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我执行任务都会下雨。我叫兰，魏都刺客。这次的目标是一个叫蔡文姬的小孩。居然救了我，他一定不知道我是谁。这是座孤岛，看来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那天我才发现，我是置身黑暗里的人。突然出现的一点光，似乎让一切都不太一样。
我见过很多人倒在我面前，但我还是第一次倒在别人面前。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有点困而已。不过，雨好像停了。